哈，星光三月有烹饪课，就是这里50亿，每个月都有烹饪课哦，可以在漂亮的厨房里面学烹饪。你为什么有一点少林武功的感觉？我们仔细听一下他的声音，不觉得很像唐老鸭在跟你讲话吗？煮的通俗，你就可以切柠檬片。你刚刚是不是讲煮的通俗？不要教人家语病。芒果提拉米苏，好多果肉，真的不要用吸的，一定会噎到。这料实在太多了，好好吃哦。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哦。